可以给他吹一下，骸骨可以帮他挡一波。有人要死喽！你升不了两级，你给我这还想 A 破子？我把他破绽卡死了，这不？如果能一刀不漏，那将完美。能不能？能个钩子，漏完了，走吧。破败在哪？在这。先买个小剑吗？这样。还是直接买攻击力、啊哦、我能不能买吸血、啊、买贵的吧、好饿，又没有吃午饭，好饿，我又纠结症犯了，不知道吃什么。要不下次中午他妈投个票吧，哪个票多吃哪个。搞得我在这猛吃零食，就是我不知道吃什么，感觉都还行，都还不是很行。下次中午来个投票吃什么，这样我就不用纠结了。破个骸骨先，没破到。我操，追着砍一路。如果小丑来了，应该也奈何不了我。回家应该先买攻速鞋哦。收到。这把舞台很大。打不住呗，在一处海边的悬崖上，有一个最奇怪的灵体。小丑，我操！我的评价是，打一慢了。还是扛塔了。
五杠一的小丑。他死两波应该不打算出来呗。他是不是取消回城了？舞台很大，任务很重啊。王王口中冠冕堂皇，那我又要多消耗了。那如果小丑来了，我应该打不过他，走了吧。睡眠不是给弱者的，而是我喊大爷把先锋控一下。出现了，就把先锋控了，给个面子呗。你不给我面子啊？啊？我操！我直接把隐身的小丑给导出来了。800块，他太值钱了。技能放的还可以嘛，往这边 Q， 点不到啊你。感觉我的刀还挺快的呀。我感觉我的刀还挺快的啊，不知道大伙觉得怎么样啊，请给我的永恩做出评价啊。大伙觉得我的永恩怎么样啊？
满婚啊？怎么有很多人说一坨啊？我这不是耍的还行吗？啊？你怎么能够这样打击我啊？好像确实菜了，这不，我想闪现躲他的这个 Q 的，闪现躲他的那个破绽 Q 的，闪现说不定有机会的。这波杀完小丑，应该直接先大的，晚点再 E， 先大再 E 好了，你顺序错了。这还促进吗？要干克我的小兵了呀，这币跳大了，这家伙打了13分钟没见过，我操，这一波兵线，这你不跳大，我操，直接把我的小兵给干克了，发狠狠的干克我的小兵啊，我就知道打了13分钟没见过人，这个时候肯定要来的。先放，放了，放了，放了。不是，我以为砍死了兄弟，我在干什么？不是，我以为他死了，各位。又想给我来偷袭我是吧？啊！恶作剧的对象是你是吧？啊！跟你恶作剧上了，我操，有眼！出无尽吧？啊，这个出装怎么出啊？是出无尽吗？还是出其他的？吓我一跳，无尽破剑者就是无尽啊，没问题的，恐惧恐惧，然后亚扎卡纳就能大快朵颐。我操，开这么快，我塔呢？给我吓了。无尽差多少钱？我操，全给辅助拿了。
还是个1-9的辅助，坏。我还差点钱呢，哇操，罪不至此呀。你要跟我抢抢兵是不是啊？我让你一个都吃不到，这俩人都是幽默二人组是吧？干嘛？卧龙凤雏。哈哈哈哈哈啊，动不了，伤害有点低呀、啊。你操作他呀，跑怎么跑得掉啊？剑姬赏金200金币。感觉我自己都能单挑、啊、永不终结。
开翼能追着你砍十几刀，这个也有没有一种可能能砍更多刀啊？让我来看看什么情况啊！放我回去！三刀砍死一个小丑啊，还得加强啊，太弱了，为什么不是一刀就杀了啊？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吗？啊，还得加强，都不能一刀秒，这玩什么啊？还得加强。东西什么时候消？不知道。回放一下那波打小丑是吧？好。